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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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相心亲密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界如来真实义，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净传师、本神师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咱过来讲这四谛，另外那种讲一点珍贵啊，因这啊内容有较丰富啊，所以讲不完啊。咱通常拢安尼讲啊，这八识啊，专做四谛啊，第八意识呢，专做大圆经谛，啊，第七意识呢，啊，专平等性谛。第六意识呢，专妙观察的；前这五识呢，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是啊，专在心所作的啊。通常是安尼讲，即摆密教内底啊，啊，伊个啊加一个啊第九识啊，法界体性的啊。阿摩罗四啊，这法界体性的阿摩罗四，这阿摩罗四啊，翻译翻译咱的中国语啊，叫做清净地，叫做无垢地，叫做真如地，啊，叫真如地。这个《金刚三昧经》内底安尼讲，讲诸佛如来啊，相以一觉而专注摄，入阿摩罗，入阿摩罗。所以啊，可能是根据这《金刚三昧经》啊，所以这密教啊，伊家入这五谛啦。啊，要咱先教呢，啊，伊讲这体性法界谛啊，就是大圆经谛的意思，阿赖耶识。啊，原来是这个体意思啊，所以讲讲起来差不多了啊，那么多。内底内容嘛，差不多要同款啊，内底内容差不多要同款。但是伊这密教内底啊，伊这五谛啊。啊，虽为一心啊，所记的这个地德啊，以为因业众生时阵啊，伊就自这本体啊，啊，出生四方四地四德啊。伊讲这个时阵呢，法界体性地啊，啊，自以本位以为中央之大日之来。哎，这就是体哟、哦，啊，你当然是大自己来啊。由于大圆经地啊，啊，大圆经地啊，大圆经地啊，以成东方的阿丘如来。伊讲这阿丘如来是住这个发菩提心之地啊。啊，由于平等性地呢，离性南性这南方，而且报性之来，诸这个修行之地啊。由于妙观察地呢，啊，离性西方的阿弥陀之来，啊，诸这个心菩提之地啊。第五呢，由心所作地哦，啊，离性北方的。
不空成就之来。啊，咱们住在这涅槃之地。啊，在理地不离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五地啊，五佛啊，这是太藏界来的啊，地水火风空的五大。啊，地水火风空的五大。但是因为有这个文在这儿，啊，所以啊，咱加减拢捌过，安尼无歹啦，啊，因为这密教，甲这个八识啊，啊，咱这念净土法门啊，真少去研究这款的，啊，真少研究，啊，因这密教内底啊，有五处加持。这五处加持啊，加这五字来，加这啊，这智慧，加这佛拢有密切的关系，啊，拢有密切关系啊，咱变过来啊，要这五处加持。所以讲大乘如来啊，发界地来讲，伊讲这耳啊，啊，咱这个下头啊，哎，就是安尼表示，啊。不胜之来呢，平等圣地呢，也就是讲正手边的金甲头，啊，不空之来呢，啊，也先所作地啊，先树地，啊，这先树地啊，伊就讲表示到手边的金甲头，啊，不空之来啊，这阿丘如来呢，伊也表示这啊，这大愿境地啊，加持的心啊，无量寿，无量寿也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妙观察地啊，加持是敖啊，哎、这啊，也就是大日如来，所以大日如来跟阿弥陀佛啦。可以讲是共人啦，可以讲共人啊。大日啊，三世相助啊，故以敖表之，人敖修也啊，人家敖就是一种表示一个修命啊。大日弥陀一佛啊，啊，如可数计啊，所以讲大日，有人讲大日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是大日之来。密道啊，啊，能生无量寿，大日所生无量寿呀。阿弥陀叫做无量寿佛，也就是大日如来所生，而且无量寿啊。所以讲，咱念阿弥陀佛啦，等于就是密教所讲的大日如来啊。阿弥陀要一名，不但讲是无量寿，是无量光明。啊，无量光明啊，所以大日如来啊，啊，意思嘛是光明无量啊。但这佛啊，三心啊，啊，佛一心啊，不一不三啊，三即为一啊。他这佛啊，虽然是尊即尊佛的名称啊，但是啊。体拢是相啊，体拢是相，三心啊，那差不多一样。所以咱念这阿弥陀佛啊，顶着念十方诸佛啊。所以这修密的人啊，真正一个目标是爱念阿弥陀佛，来等于大日如来。咱修这很高，修这净土法门啊，直接念阿弥陀佛啦。啊，所以讲这啊，这阿弥陀嘛是梵语，那是一种密的意思。所以念阿弥陀佛啦，真正都是咒的中气。啊，真正咒的中气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啊，对这四谛、五谛、N 倍。
啊，加持，啊，佢讲加持，我看到这加持嘅，我才感觉讲，诶，我不知你讲加持，啊，是唔是照住人呢个看个形式哦？啊，佢啊，佢一系啪啪啪啪地地啪啪，佢啊，阿弥陀佛大悲咒啊，阿弥陀佛咯，啊，观世音菩萨戒念我。怕头壳啊，下头毛怕掉啊！这样手柄、肩胛头都一片拢怕掉啊！啊，心肝头拢怕掉啊，那喉咙怕掉啊！啊，所以讲这样，咦，真正家这密宗的家子，不谋而合哦，不谋而合啊！所以啊，嗯，就合法了啊。有理有事啊，有体有用啊，理事完用啊，阿拉以体起用啊，对利益众生啊，对利益众生啊，嗯，五祖啊，有一手记，五祖的手记啊，写在后边遮，台湾经地性清净，平等性地心无病。妙观察地见慧光，心所作地动万境。五八六七，故因转，但转明眼无实性。若以转处不留情，欢欣应处那确定。啊，这样六祖啊，慧能大师啊。真正是一个开悟的人，真切真烦的这个文章啊，啊，经过伊啊，用这句安尼诵诵咧，一寡内底真深的这个含义啊，拢总会显露出来，啊，拢会显露出来。嗯，所以讲有时啊，记这句啊，你来将伊内底意思，咱就拢会捌，啊，拢会捌。这台湾经地性清净啊，三藏法所内底有安尼讲，讲啊，如来的真谛啊，本性清净，离诸染染啊，当脱内外，无有不着，即台湾经啊。当教万物啊，无不明了，是明台湾经地啊。也就是讲，这台湾经地啊，就是佛的真谛，佛祖真实的智慧啊。咱啊，这佛啊，本性清净啊，立诸定念，那本性清净就无定念啊。啊，当天对我啊，对我隆重啊，嗯，真清净，真当天啊，无有不着，就是讲无一个暗的所在看未到啊，亲像台湾境同款，一照一切万物哦，咱这点心哦，亲像一个真大的镜同款，照东照西。啊，照你家地啊，啊，无不明了，我拢总真明了，所以才叫做台湾经典。咱这个佛祖师大德一切论上，真爱用咱这点心，比如做台湾经，啊，这点心嘛，比如做台湾经，实在有影有时啊。感觉真妙啦，真妙啊！咱这镜哦，啊，恁大家拢捌照镜，哎，照镜，你唔知捌个情况嘛？照镜，咱什么形照来就咱的什么形就照出来。这样一点乌乌，我照了一点乌乌；啊，这样一点青青，照了一点青青。我看人家这条鸡照了，这条鸡就走无路，一定走出来，啊！所以话，这镜真正照万物，
请求满目。但这边讲求满目，这边讲确实意义不同。啊，真真真，你讲个吊铁也无得叮当啊！什么想来就什么想。啊，查甫来就查甫，查某来就查某，一切心罗万象，伊拢安尼照出来。啊，外口境界真宽，照你囝地入，囝也无较宽；外口境界也无较易，也无哦。啊，这真济代志啊，真正用这边镜来比如啊，真恰当啊。这边镜伊无分别心，无讲你较水我甲你照啊，你较歹我袂甲你照，伊无，就叫做平等性哦，啊，真平等。这边镜啊清清净净，伊才会照哦。这边镜啊受污染，伊都袂照啊。可能咱凡夫哦，这颗心受污染，这颗心受污染，咱就无智无慧啦，叫做色啦，也就是分别啦，啊。咱啊就行安尼，啊，剃到清气清气，啊，无污染，以什么来拢总会照什么，拢会照。啊，一个照啊，咱想讲这是污染，其实照不是污染哦。外口遐个灰尘才是污染。可这边行哦，十年、八年、一百年，还是千年、一万年，你拢卖家去。这边行外口有风飞沙，一个砍掉的，迄个叫做污染。但这边行啊，你个剃到干净干净。拢无风飞沙，拢无污染，伊会照东照西。啊，照入去，这边镜有污染，这边镜并无污染哦，无污染。照真垃圾的物件入去，伊这边镜嘛无垃圾呢。啊，清洁垃圾是只影像，本身的清洁垃圾，甲这边镜无牵涉哦。所以这边镜可比咱的心性清清净净，清清净净啊！这风飞沙可比咱的烦恼受污染，这边镜就无得照着万物，无平等心嘛！啊！即马咱修行啊，可以讲用自然的修行，像那起底波看起，这风飞沙个清个干净。即感觉这边讲要清净，对照当照晒，对照当照晒，啊！所以咱这念心嘛，照当照晒是心养未缺乏，啊！净五色啊，真正个特别一些，啊！净五色啊，啊！讲是，个这特别啊，而且、这个嗯、台湾经济啊。啊，先所作地甲台湾的经济也同款，原因就是安尼哦。因为照东照西啊，但是伊无受污染哦。啊，而且是安怎讲无受污染呢？你可别讲，你照红的入来哦，嘿，哎，伊敢无叫你就红，也无哦。照乌入来看，你就乌，伊嘛无呢。这边镜提醒清净，即摆照入来哦，你敢有看伊走出来第几个？嘛无哦。即摆啊，这个相照去，你敢有看伊都讲滴镜底走出来？嘛无哦。所以叫做意义不同啊。但是虽然的显现，所以一切缘伊都会发生这作用啊。所以因为很多人这点心就要安怎讲呢？咱这点心真正爱随缘，咱这点心嘛，你若保持清净光明，一切就都会照清楚。但是你未去起执着，属于一切缘。所以咱修行要安怎修呢？随缘，但是你卖起执着，啊，卖起执着。所以咱若安尼修，咱就无烦恼。
假如随缘，你就变。安尼是啊，就唔是咱这个本色啊。所以这边讲呢，不出不入，但也叫万相。所以讲叫不无量。咱这点心嘛是，咱这点心不生不灭，不离不离，不来不去，不想不断，跟这边讲同款。来去生灭是在相之意。啊，这个人啊，有人的寿命有生有灭，所以底下啊底下有生有灭，但你介这个本体，这本体不生的，生灭是一切相。啊，在这佛啊，为着要解释咱这本性，用这个大愿经啊，来做这个比喻，真好。真好啊！这行有光明，伊才会照。咱这点心，咱啊生活，咱这点心啊，光明遍满啊！光明也是讲智慧开显的意思啊。上这心啊，本清净啊，本清净，所以就叫做啊，大圆经地哦啊。一动就万物咯，啊，无不明了哦，啊，平生性地啊，心无病，啊，平生性地，啊，三藏法师来对嘛，安尼讲，伊讲这平等性地啊，为如来观一切法，依诸众生啊，皆是平等，以大慈悲心随其根基。是现开导，令其进入是名平等性地。啊，有界外相，即为有病。啊，若无界外啊，万法流通啊，啊，更无啊地调。各位无病，啊，各位无病，平等性地啊，心无病，啊，咱什么叫平等性地呢？就是咱这佛啊，观一切法，啊，一切物件的一切法哦，啊，咱这佛法真微妙，用自己法啊，等于代表一切啊，观一切法呢，依诸众生啊，皆是平等。咱一切法跟这众生拢种平等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伊就以这大慈悲心哦，随其根基示现开导，令其进入啊，咱这佛啊，有无量的智慧，伊知一切众生的根基，啊，伊就会随众生的根基啊来说一切法。啊，伊啊，并无啥物分别心，所以可比讲做观世音菩萨哦，啊，现前三十字之应哦，啊，以何心之道啊，就现何心之位说法啦，啊，你啊以何心之道，伊就现何心之位说法，啊，伊啊当你当南心之道，伊就现当你当南心之位说法。这诸佛啊，当然一切法隆重了地，不再生活啊！啊，当然啊，一切众生的心机隆重在，已在生活啊！啊，所以这佛啊，伊就知咱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伊就用一切法来度咱一切众生啊。所以啊，真平等啊，真平等。这个心无病啊，就是讲无这个隔阂，无这个阻碍啊。咱这点心啊，并无阻碍啊。有时啊，这心
勉强用虚空，用虚空做比喻，有时也是用虚空做比喻。其实这虚空啊，跟咱心有个差距，咱这心啊，真如本性啊，这真空，这个虚空啊，是一种幻空。真空啊，一心万有，一心万有啊。但是呢，有些唔知啊，用这虚空来咧做比喻，咱这个心性。讲这虚空这宽，千求这济，并无障碍啊。讲这千求都带来，对空生出来哦，对空生出来啊，心住坏空啊。本来空空哦，爱到形成，形成了就住，住了就坏，坏了就空，成住坏空。咱这点心呢，这点心啊，想那色就是空空，就是心的。咱这点心一切物件，拢咱这点心变现。有的人讲变，就是讲这两心呢变东变西安尼变。咱制造用现在话叫做制造，叫做造作。讲较明个制造，向这间联想，这间联想咁样呢，连自然家己生出来嘛唔是啊。咱是用一个心啊，咱要来起一间联想，要安怎起啊设计？用咱人的心来设计，设计了经过这人工咯，一切铁啊、按摩陀咯，你都来起哦，起到一间莲舍。所以讲到明，这个莲舍就是咱的心去变出来啊。假如咱啊无这点心，咱就无这个莲舍啊。这连下日出，一切拢总赶快。我不是讲，咱去个百货公司，啊，你去个超级市场，内底物件有够多，有些含名咱捌都捌未了，这多物件，这多物件都带来，这多物件真正都咱这点心来，直直发明出来啊。所以讲咱这就是啦，这经济自由啊，大家竞争啊，平平将物件，我要做比你较好啊，唔叫人爱跟我买啊，你好，我要搁比你搁较好啊，愈做愈多，琳琅满目一直造出来，价值物件呢，拢不离咱这点心，这些东西不理这样心啊，真正跟咱这点心并无阻碍啦。够阻碍就未生这些东西出来啊。这些东西呢，因为心所变现呢，拢是空性哦，有因有缘造这东西，这因缘啊，善这东西都无去，这东西都无去，所以叫做色就是空，空就是性色哦，色是性色，拜归空哦。讲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所以一切相拢是空的，所以空的会变有，有会变空，所以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所以咱伫底下去了解啊。咱就归魂较未执相，较未执咱这个相，因咱凡夫拢执相，其实这相对是嘛是对空的来呀，到尾啊伊嘛是归空去啊，所以并无挂碍哦，并无阻碍，所以才叫做心无病啊，妙观察地啊见慧光啊。这样三藏法师里面一毛同样有一段文的解说
伊讲哦，即妙观察的啊，为如来啊善灵观察诸法万用处的，晓得众生根性的奥妙，以无碍辩才说诸妙法，令其开悟，福带安乐，是名妙观察的。啊，是名妙观察的。嗯，啊，如果咱这佛啦，呀，善灵观察诸法的万用处的，啊，一切法啦，啊，万用处的一样会知，啊，啊，佫会知众生一切的根性。啊，的傲欲，欢喜的伊个欲望，啊，啊，或者用伊无碍辩才，啊，安尼说一切的妙法，和一切众生一旦开悟，啊，得到最大的安乐，所以啊，这也叫做妙观察的，啊。按照这第六识啊，第七识啊，啊，历历殊行啊，念摩顺俗，应机接物啊，任运不涉计度，顿时观察明了，不加功成，果然回光。啊，这第六识第七识啊，本来啊，咱这。第六识起分别，第七识起执着，啊！但是呢，甲地来哦，啊，甲地来伊就未起分别，未起执着，啊！甲地来啊，顿时啊，啊，观察伊就明了，唔免加就一切啊，伊就会成就，啊！所以，到生活的时阵啊，就叫做妙观察的啊。这个生所作的啊，这三藏法师来对伊来对嘛，安尼解释，伊讲哦，啊，生所作的啊，就是如来啊，欲离啊。欲离傲诸众生，故现一十方世界，示现种种神通变化，因诸众生令入圣道，成本愿力所应作事，啊，成本愿力所应作事，所以这叫做成所作事，这几句话就对了，啊。啊，先本愿力，应作啊，先本愿力所应作事，咱这佛啊，那可能咱因地修那种法愿，噶咱生活的时间，咱这愿力当中会满，在咱这愿力一个满呢，照咱的愿力，咱就去度一切众生，啊，成就一切大事。啊，所以就叫做行所作地。所以讲啊，有智慧的人哦，有智慧的人啊，咱啊爱感谢佛祖。咱啊，即开讲，咱今有即间厝塔大，咱来感谢佛祖。啊，佛祖成就咱的。咱今有即碗饭塔食，咱嘛感谢佛祖。啊，佛祖成就咱的哦。咱今仔日啊，一切啊所作所为，一切内底一切物件，你拢甲想讲，这佛祖成就咱嘞。啊，今仔有只烤鼎通煮饭，有只炉啊通起火啊通煮饭，这拢佛成就咱嘞。佛用伊个神通愿力变现出来，啊。啊、来成就咱一切众生，成就是要创啥？咱若知安尼有安怎好呢？
请求咱有，咱啊，不但啊感谢佛，啊，咱今日这个色心，今日要维持这性命，啊，咱只能去跟咱请求咱啊，用这个性命来修修行，修咱的慧命，莫用这个啊有限的性命来做无量的这个业，啊，后拜的业给咱拖去转。啊，咱来怎样讲这样啊？一切拢会给咱成就的，哈、啊！咱感谢佛祖，咱赶紧来修行啊、嗯！所以照着这一切啊的依报，哈、啊！啊，用咱这正报来修行。所以讲这佛的有佛的国土，这佛的国土不像佛的国土，就是要给众生修行啊。啊！极乐世界，树啊、风一切上一说法，眼念必色心语。这色声香味触法，一从这色声香味触法啦，来说一切法，来说一切法。所以，咱这极乐世界是安样不退转呢？因为啊，以用这个度一切众生，拢是阿弥陀佛用莲花音旋流变化所造啊。啊，咱这娑婆世界是不是安呢？真正嘛是共款啦，也要是为人讲话的人哦，啊，伊讲的气声哦，真是讲定实哦，啊，一切啊，一切山林哦，拢是佛的妙法身哦，拢是佛的，也就是那清净法身哦，啊。所以一切音声拢是功德色，该在你也要去思维，才不要思维。这个人跟咱恶路，那么是功德色哦；这个人跟咱骂，那这嘛是功德色哦。啊，你那要安那想，就叫做无心法境。啊，所以呢。冤家哦，哎，无佛的时阵，一看到花落，啊，看到这树啊又落落来，花开啊，树啊又落落来，伊就去讲这无常的代志，啊，真正这一切啊，你那也要去跟我，拢是佛变现的，你那不要要去跟我，你就随这个缘去转。随着缘去转，啊，随着境去转，啊，所以啊，不需要佛的，啊，虽然是说法，其实咱的祖朝拢总是佛的说法，啊，所以你呢也要那想，你处处拢在修行，啊，所以禅宗叫讲一句话。我百花丛里过，啊，一叶不沾身，啊，终日出患哦，啊，无食个一粒米哦，没有出到一粒米，整年穿衣哦，没有穿到一丝缕，伊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内底啊，伊无去个起分别，啊，无去个想好歹，无去个起分别。啊，佛就是惊咱去起分别，所以立真济戒律，啊，叫出家人未使穿水衫，啊，穿个素色，惊你有分别心嘛，啊，真真在在处处啊，拢是培养咱这平等心，啊，真正一切万物，拢总是佛变现要成就咱的道理。啊，用种种的色，你来咱这啊五根对五尘啊，所以用这五尘啊，啊得给咱教化。咱有时啊唔知呀，咱啊知呀呢，哈、啊，这就是用这成就咱，所以叫做成熟作地。你那一知呀，叫做成熟作地，佛伊就是有法度成就。
一切，啊，所以叫做成熟十地。所以，咱在这世界唔知，唔过遐极乐世界，真正大行拢会说法，好爱说法，最爱说法，啊，嗯，当然声音一切拢会说法，一切万物拢会说法，一切万物啊，拢会照咱的心思所想，啊。所以啊，这叫做心所作的。可以讲啊，丁义有无啊？迄、那个就是啦，迄林之树哦，因囝个出来叫世界啊，凉亭边啊有两丛树啊，面顶生果啊，啊，伊讲迄果唔知在食，伊讲会啊，伊讲遐管干办会着，伊讲你也要食，我甲叫落落来啊，甲叫落落来哦。伊讲我无你甲叫看落来，我要食。啊，伊免叫伊个爱的尔，只有那个爱一条，啊啊，伊知影讲迄果里边落来，面头前了现一个金的盘哦，啊，只个爱就迄条果走到盘下落来，啊啊，主动变作四合，变作破个四个像刀切的安尼哦，这这这，啊，伊讲啊，我食未完呢，伊讲食未完，你食偌济剩偌济啊，伊讲无我食一半哦。啊，甲食一半，啊，剩一半，剩一半无食，无食，总爱无用。含果含半拢总无的。伊讲奇怪，走多去，倒啊，看个手看麦也无走多啊，卡落啊。啊，所以啊，真正是心所作的。啊，成就一切众生啊。在心所作啊，心所作的动环境。啊，甲特别一些，而且啊，成为动员啊，赶快啊！五百六七高音转，这前五世界特别一些，也叫做高啊。第六世界第七世叫做音啊，音转高的东西就转啊。但转明言无实性，啊！但转明言无实性。这里因转故转啊，寒山大师啊，啊，伊话，五八十个上人，六七因中转，哈、啊，六七因中转，九八九上完，哈、啊。短转明言无实性，什么叫短转明言无实性？咱这命，跟他转这明言无实性，真正体性并无转。咱这体未太转呢，这体本来就清净啊。转的是这命而已呀，啊，性跟定。每者为色，我者为地，本来是同一个体。每者为色，我者为地，啊，所以转的呢，啊，与这体并无关系，是明清之意念，色个地是明之意念，啊，所以讲，跟这个体啊。这体啊，并无转哦，所以讲哦，啊，若欲转处不留情啊，凡心应处难去定。什么叫做若欲转处不留情？什么叫做不留情呢？都在讲过，心迷者为色哦，啊，心难悟者为地，因我悟之极处，不再退转的是啦。这就是叫做不留情，啊，彻底觉悟就是叫做不留情，或者是彻底觉悟的人，啊，凡心应处那去定，什么叫做那去定？什么叫做凡心应处那去定呢？这里凡呢，就是多的意思；心呢，就是气的意思，啊。
染净道道，就叫做欢心，即心心升起，哈、哦，就叫做心。啊，讲啊，欲定不其修啊，爱弥勒佛出世啊，伊就弥勒佛啦，啊，伊就修这啊，伊就是唯识论啦，啊。白话明文论哦，啊，修这唯识的哦，啊，以此为愿力者，明不那可定，哈、啊，明不那可定，因为弥勒菩萨佫过达达一七千万年，才来这生活啦，所以你修呢要保持真定，啊，啊真定你就爱伫定中。等下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，啊，你出定，啊，所以这款定叫做那可定，肯定叫那可定哦，啊，嗯，要过一个这那可啊，就是梁的名，梁王的，这个梁王的名叫做那可啊，这梁啊，相经书，念念哦。啊，所以讲，迄量有迄定啦，啊，但是呢，一旦现代变化，啊，所以佛啊，有数位仪，理想在定，佛有行住坐卧数位仪啊，但是呢，伊量中在定中，所以讲啊，比如做量定，啊，比如做量定，啊。所以，佛呢虽然是一个暗叮当啊，度众生，但是拢是在定中；一个暗在说法，但是拢是在定中，拢是自性之流咯。哈、啊，所以这手机啊，啊，感觉是未歹。总是呢，咱这个唯识啊，唯识论啊，明处境界。啊，真深，咱唔是佛的境界。虽然啊，不是专属的，总是咱就是说，咱唔是的。所以看着讲，那么唔怕。啊，阿弥陀佛呢？咱该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，伊都成佛啦。成佛就是不是专属的呀、啊。啊，阿弥该念，你该念，咱都是入佛的因缘。啊，入在佛的，或者是那缘起，入在佛的缘起，啊，所以啊，虽然咱无智慧，唔过咱念佛，咱就入佛的智慧，啊，所以讲个观无量寿经内底有一段这款文，啊，不是爱念，大家听的是一只，诸佛如来是发界心，即一切众生的心相调，啊。是个逆定心性，不是是心，即是三十二相，不是属因果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诸佛的正片底下，将心相生，多多少少都心相生。啊，做正片的将心相，啥叫正片呢？佛的地位。所以烂水人欢呼。咱哪晓念阿弥陀佛？你咱对生出佛的智慧哦，啊，做正片底下将心向善。所以呢，咱感觉戆戆，唔过咱阿弥陀变四念，念故咱心情有时啊，咱的生智慧哦，起码啊，咱大行大事足清楚的，袂迷迷糊糊啊。我不是去老人院哦，养老院去讲加持，真济老人拢戆戆，你这个叫做痴呆症，老人的痴呆症啊。咱那变四两不单啊，拜拜痴呆症哦，想起嘛还没痴呆症哦啊。所以啊，真正足好，去讲因去讲念一个九十四岁啊。四年前就知要临终，坐咧临终，我连一丝仔痴呆症嘛无，你看卖啊咧，啊，
你看禅妹王清居士98岁临终，啊，功课照做，做家迄个仔啊，本来拢7点落来食饭，伊6点就落来辛苦洗洗衫裤，换换的，伊也穿穿的，啊，但你孙公，不像人啊，定咧甲卡卡的，叫恁爸爸，叫恁阿伯啊，接拢甲叫叫等啊。伊讲阿公啊，大家无闲干呢，你无创啥，叫叫等。伊讲你无看我辛苦洗我衫裤换，我要来去啊。啊！伊讲阿公啊，你莫讲生笑啊！啊，就讲讲我要来去哦。啊，体育看的菜哪掉了？我来报道体育买只菜，因等叫他吃。你看你看我住在你个情况哎！啊，你过去报道体育买菜，等下回人家见，回人家见，等下上一斤双头好吃。连地书啊，出代证都无，出代证还惊路都未惊路呢。我讲我要去报道体育买菜啊。经简单去念佛了，就是叫自在，啊，就是叫聪明，叫伶俐，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咱虽然是凡夫，啊，无要紧，咱念阿弥陀佛，咱来个极乐世界，咱自心不退转，啊，位不退，就是等于讲过啊，一切地哦，啊。行不退，啊，就是道种地哦；念不退，就是一切种地。啊，那用数字来讲哦，啊，前五识啊，咱就成做成熟作地哦。第六意识啊，啊，咱就妙观察地哦。第七意识，咱叫做无我执啊，啊，那平等性地哦。第八意识哦，一切好派经济。隆转为大慈悲咒，啊，隆转入咱的体色，啊，所以叫做大圆经典。哎，所以咱念这念佛啊，真简单，一个真殊胜，啊，哎，一个经典，哎，将八识拢会给咱转做速地，啊，因为念不退，念不退就是破无明啊，啊，破就分的无明，更就分的发心啊。啊，咱入佛的智慧啊，哈，所以啊，啊，这叫做、一切种地啊，哈、啊，所以咱念佛啦，啊，佛的正遍地啊，将心向心，哎，真正咱入佛的智慧，虽然功能啊，功能正啊，正深，不是啊，啊，咱都听不哦。但是无要紧，你变是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最大的智慧啊！咱就接着讲个这啊，在做法里想念阿弥陀佛。